这个案子可以说是由海队长负责，而由我秋水哥侦破的，是不是啊，海队长？是。一个爱抢功的高阶警官，眼中只有名与利，找到证据就可以宣布破案，破了案就是立了大功，然后办庆功宴，上报纸头版头条，我们做大英雄，然后大家都升官发财了。面对民众怒火和破案压力，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？周五晚间10点，真的汉子